目前比分5-3啊，叶枫这边领先2分。看一下这局马力跟猴子，猴子先飞一飞啊，叶枫赌了2个啊，大家各打各的，一个升龙一个驾招啊，这边猴子飞自己的啊，一点不耽误啊，这前 A 跟肯定要挨揍啊，收招太慢，马力的前 A 啊，远 C 还有这个战 CD 都是致命败招啊，失误了，压木压之后，这边战 B 之后的战 C 没出来啊。要不刚刚可以秒掉，没把握住。燕翅抓没有，猴子这边在板边，反正被压住，肯定第一时间有气就刚了。那可不各打各的嘛，刚刚你的玛丽这边一个驾招一个升龙，那猴子自己飞自己的都没理他啊。送货上门，这一下延迟抓又没有。玛丽叶枫这边防这个逆向防得非常好啊。看一下这边啊，决胜小局，一人两个气，主要是马力的气啊，猴子这边这气攒得快啊。猴子还想过来偷，我操，那不疯了吗？主要用这个必杀可以把猴子扔到左边的墙角啊，离得近一点。挥空抓下盘三点，再带连吃3个必杀，是吧？当然陶小安那场是真的，我到死都是带着三颗气啊，他有气他是真不用啊。对，猴子没气的时候玛丽随便赌啊，因为没有必杀他也没啥连招，除非空中四连扎，他用重脚的这个冰崩啊，猴子没有跑掉，跳抓再夹。哎呀，叽叽叽，又挨一个 ，CD 没刚着，死的也快，是吧？气省下了啊，人没了。踢了个强转，再夹还来不？原地跳带个。要吃哎，闭上，远了没连上，晕了，这么力，用重脚的带了个升龙啊！我操，是真能赌啊，大不了一死呗，是吧？逆向跑了啊！踢了个超低点，等着他刚 CD 啊！大跳给猴子踹起来，我这玛丽胆子好大。胆肥了，7-4。他这马力是真的敢啊，真的敢。真敢赌啊！对吧？就是升龙啊，爱咋地咋地，大不了一死。
这个太远啊，出了个摸头。碾到了，这可以夹到吧？太远，他在等啊，等到了。哎，这摸头是故意的啊，这过分了，这个。两颗半的气，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康特能接上他那必杀呀？爆气的呀，大哥，8-4了，8-4，哎，这怎么出个驾照啊？他后面没跟啊。玛丽被打满3颗气了啊，资源雄厚。8-5。打了个反向，哎，算了，忘了，嗑瓜子儿呢，习惯的，不嗑了。我是刚玛丽感觉想升龙来的，犹豫了一下啊。残血对残血，再点，晕了玛丽4下，没晕，差一下，他没用飞翔脚啊。玛丽差点被揍出一颗气，又是啊，这次太远。差点玛丽又没了，但是已经有5个赛点了，这个小 B 回空抓打他乱动，猴子想跑啊。点中点啊，赛点中的赛点。这要挨揍了啊！
宝器要上大买卖了啊！结束，一个逆向。